首先，我哋顶礼当全程上师，以法历代全程祖师。刘文上师、云高上师、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晚安。我们欢迎。我们上师高全师，所有法师都同大家啊好，我妈也跟你好。我们今天已经拜完第五卷梁王宝忏。今日呢，我哋已经系拜完第五卷嘅梁王宝忏。时间过得很快，时间是过得很快，一共有十卷已经拜了一半，一共有十卷我们已经拜了一半了。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在拜的感觉如何，不知道今天大家拜的感觉是怎样呢？拍手是什么意思的？拍掌请问你是什么意思？突然有一个同门 很开心的拍手，是不是他拜得很快乐？还有同门呢，突然间拍掌请问，是不是拜得很快乐？他是不是拜出这个法味出来？他是不是拜出这个法味出来呢？我相信你如果真正有进入这个忏文，会了解他所说，也会触到你的心的。如果我相信是，如果你真正有拜到这个忏文里面，体验到你会触动到你的心。这一卷就是在讲冤亲债主的事情。这一卷是讲冤亲债主的事情。这里面有提到冤亲债主从何而来。里面有提到冤亲债主是哪里来的呢？从清净而来。从清净而来，清净而来。很可怕，清净。亲近。亲近而来。跟你有接近的才会产生这一种感情。因为同你好接近嘅，先会有呢种咁嘅感觉，感情啊，同你有一种感情。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就是有接触，有交往，有相处，才会有这种感情。无论系咩感情，因为有接触、有交往，同埋有相处，先会产生。如果你跟他完全没有交流，互相和远离，你就没有这种感觉感情。如果你是完全不跟他没有交流和远离的呢，是不会产生这种感情。跟我们最近的是谁呢？跟我们最接近的是哪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最亲近的家人眷属。就是我们认为最亲近的家人眷属。就是我们的至亲好友。就是我们的至亲和好友。跟我们有在周遭接触的这些人士。就是同我哋有周围接触嘅人士，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冤亲债主的由来了。你就可以知道咩叫做冤亲债主，佢哋点样嚟噶啦？好像我们有身为父母有生养小孩的，好似我哋身为有做父母嘅，亦都有生养个细蚊仔噶。你以为你生了小孩教他们，就以为是应该的吗？你以为你生咗细路仔之后，你教佢哋就系应该噶啦咩？他如果不顺你的心，你惩罚他，你认为是应该的吗？如果他不顺你的心，你惩罚他，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的呢？在道理上，在常识上，在判断上，好像应该如此。在道理上和判断上，道理好像是应该的。但是你在惩罚他，他产生怨恨的心。但是当你惩罚的时候，他会产生怨恨的心。他产生不满不平衡的心。他会产生不满意和不平衡的心。这就是未来种下的恶因。这个就是未来所种下的恶因。就是冤亲债主的来源。这个就是冤亲债主的来源。我们对父母顶撞不顺从也是这样子来的。我们对自己的父母顶撞和不服从不顺从他，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总统来讲，整个家人的相处之间，如果有任何的这样子不让对方顺心顺意的，产生这一种怨对的心，那就是冤亲债主的来源。总括来讲，就是我们同我们的家人亲戚，就是我们不能够产生令他顺心的意，就会产生一种的怨恨，这种的怨对出来了。你想想多可怕。你想下是几可怕的事。我就讲我自己的本身的例子。上次他讲他本身的例子好了。我母亲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妈妈是生了五个仔一个女。照理讲呢，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应该是非常的疼爱。在这个环境之下应该是就很疼他的。
而且我父亲啊，以前在世的时候是当医生。系佢个啊上司个爸爸咧，在世嘅时候咧，佢系一个医生。啊，在台湾40、50年前的医生啊是非常好的。喺台湾嚟讲，40年前嘅医生咧系非常好噶。尤其那时候的台湾的这个环境并不是很富有。当时台湾嘅环境咧，并不是好富有。那时候人们还很多小孩，大城市都还没有鞋子穿，还没有什么饭可以吃饱。咁係好多喺大城市住嘅細路仔，佢哋都冇話食得飽，同埋或者連鞋都冇得著。更不要講鄉下的小孩啊！更唔好講喺鄉下住嘅細路仔啦。可是我記得我的小時候家裡非常環境非常好。上次我記得佢細個時候家裏個家屋企嘅環境咧係唔錯噶。啊，我們六個小孩，一個小孩有一個用人服侍的。啊，佢哋六個細蚊仔之中咧係有一個細路係用有工人服侍嘅。啊，不要講說煮飯的打掃。啊，唔好讲到煮饭或者打扫方面。啊，我们还有自己的私家车。啊，以前佢哋仲有私家车。以前人家是走路跟脚踏车最多了，我们还有私家车。啊，以前嗰啲人啊，佢哋系走路啊，或者系用单车啊比较多，但系佢哋已经系有私家车嘅。就表示说我小时候的环境，我父亲在世是非常好。所以呢个表示咧就系话佢细个嘅时候，佢父爸爸喺度嘅时候，佢哋嘅环境咧都系唔错噶。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照理讲，这样一个女儿是应该很疼爱。喺呢种环境里边啊，只系得一个女啊，应该咧系好锡佢。啊，如果你现在跟我妈妈讲说她不疼爱，她一定会很生气。如果你同佢讲，而家同佢妈妈讲话，你而家都唔锡我，咁佢一定好嬲啊。因为她认为她每一天都做漂亮衣服给你穿。因为佢认为佢每日都喺度做啲好靓嘅衫俾佢着。啊，她做一阵，然后我们家的一个佣人又做一阵。我有时候一天有3件新衣服穿，有时佢会做一件，工人又做一件，有时佢会3件唔同嘅衫着。因为小孩子的衣服布料很节省啊，这样子凑那样凑，又一件衣服出来。因为细蚊仔嘅衫咧可以好用啊，用啲布嚟咁左砌右砌啊，咁又可以做一件出嚟噶啦。我经常每天都穿好几件新衣服去展示给人家看。咁啊，上次我细个咧好用，即系经常咧都着一啲新嘅衫啊，成日都着新衫去俾人哋睇。然后他是用物质来这样子哈装饰你，他叫做是爱。咁佢用一种物质嘅嚟装饰佢咧，佢认为咧咁样就系爱。啊，但是小孩子这么小也了解到爱不是只有物质。但系细蚊仔嚟讲，佢亦都了解到话爱唔系净系物质，爱是一种关怀，爱系一种关怀，而且一种平等的爱，而且系一种平等嘅爱。哦，他可以对我们家的兄弟完全都不需要责骂，但是就是责骂我一个。喺屋企嚟讲，佢妈咧就系对嗰啲兄弟咧就系冇闹佢哋嘅，只系闹佢一个。啊，但是我父亲呢？啊，对我一个就是不责骂，他责骂我五个兄弟。但系你爸爸咧就对上司咧系冇闹嘅，只系闹佢五个哥哥或者五个兄弟。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妈妈就很生气。啊，大概系咁样一个原因咧，所以佢妈妈系好嬲啦。那更不要讲我父亲去世。啊，更唔好讲话佢爸爸过咗世之后。然后那环境那根本不能比的，没有人再保护我就更不要讲。啊，因为咧环境改变嘅关系，已经冇人保护咗上司啦。我每一次想尽办法，就是要让他对我比较好一点。上司佢每次想尽办法，都希望妈妈咧系对佢好一啲。啊，不要再这个兄弟之间有什么不平衡的这种对待。啊，希望咧喺兄弟之间咧唔好有一种不平衡嘅对待。他总认为女孩子是没有用的。啊，佢嘅意识里边咧就话女仔咧都冇咩作用噶。啊，女孩子就像是泼出去的水一样，收不回来。啊，因为女仔咧系好似泼咗出去嘅水，唔能够收翻嚟嘅。啊，你不管再怎么样，都是别人的。啊，无论点都好啦，都系属于别人嘅，属于。啊，嫁给别人就是别人的。因为嫁咗俾人之后咧，就系属于人哋噶啦。啊，所以我小时候听得很清楚，也记得很清楚。啊，这个赔钱货就有一格，很好。所以细个嘅时候，上司话佢听得好清楚，亦都系了解得好清楚。呢个咧就系蚀本货啊，即系话。唔系，他的意思是说，他生的六个小孩就一个赔钱货，很好。不是六个，是就一个而已。就系话呢个女啦吓，就系属于系赔钱噶啦，佢因为嫁出去啊。啊，五个都是赚钱货。啊，因为嗰五个咧都系属于赚钱货。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咁所以上司佢嘅印象咧好深刻噶。其实我长大，其实张上司长大，我也很努力地做好很多方面的事情。佢都系试过好努力咁样做好
事。我一直试着要表现，我一个女儿不会输五个儿子的。一直嚟讲，上司都希望表现到佢话一个女啊都唔系啊会输俾嗰五个兄弟。啊，五个儿子做不到的，我要加倍做给他看。如果佢五个仔做唔到嘅嘢咧，佢会加倍咁嚟做俾佢睇。啊，也许就是从小养成的这个环境，造成我很好胜的心。咁所以可能系呢个从小呢个环境咧，造成咗上司话佢有一个好好胜嘅心。啊，五个儿子没有给你零用钱，我要给你很多零用钱。你五个仔冇俾你好多钱嚟使咩？我俾多啲零用钱你使。啊，五个儿子过年过节一张卡片一个电话都没有，我一定要很多很多丰富给你。啊，如果五个仔佢咧过年过节嘅时候冇一张卡片俾你，我一定咧就会俾好多好多好丰富嘅佢。我一有什么东西就赶快供养他。啊，上司话佢有乜嘢咧？一有乜嘢，即刻立刻咧就去供养俾佢。啊，就希望他高兴开心。啊，希望佢系高兴同埋开心。可是他好像都不快乐。但系好睇嚟，佢好似都唔系好快乐。哇，好像还是很多的怨气。啊，睇嚟就好似好多怨气。啊，其他的儿子都对他没有怎么样，可是他对他都一直付出，还很开心。其他嘅仔对佢都冇咩点啊，但系佢仍然咧系好付，对佢哋好付出咁样，平时系好开心。我心里很怨气。啊，心里面又好有怨气。啊，没有办法解。啊，冇办法去解。啊，直到有一天我皈依了真佛宗。直到有一日上司佢皈依咗真佛宗。啊，我自己有这种灵通的感觉。上司系有一种灵通嘅感觉。啊，有一天啊，我们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又有争执。啊，有一日咧就唔知为咗咩事情，咁佢哋双方面就产生咗争执起上嚟。啊，那一天呢，我就很不高兴。咁嗰日咧，上司话佢觉得好唔开心。啊，我在修法的时候，我就请示菩萨，我跟他之间什么因果？咁咧喺修法嘅时候，上司咧就请示佛菩萨，佢话我同佢之间系咩因果咧？那为什么我母亲生我，同样是生我，会对我这样子的感情？点解我妈妈同样系生我出嚟嘅啫？但系佢会点解有啲咁嘅感情嘅？那结果呢？菩萨就给我看到了以前我跟他的因果现象。结果咧，佛菩萨咧就系现出嚟俾佢睇到，同佢啊上司同佢妈妈嘅以前嘅因果啦。啊，给我看到有一世我们两个人是邻居。俾个上司睇到就话有一世里边咧，佢同佢妈妈咧系一个邻居。啊，我是一个老板。啊，上司系一个老板。啊，我是一个员外做生意人。佢系一个员外做生意嘅员外。啊，我就做很多这种直销生意啦。咁啊，上司话佢系做好多嗰种直销嘅生意。啊，我就给我这个邻居讲，我说你帮我促销多少生意，我给你多少回扣。咁佢同呢个邻居就讲咧，就话，你帮我卖几多嘢，我就俾几多钱你回佣俾你咁啦。啊，所以我们的邻居很努力地帮我推销很多很多的产品。啊，呢个邻居咧就帮呢个员外咧好努力咁样，然后去推销咗好多佢嘅产品。啊，是最后呢，啊，推销到了一个时间呢，啊，然后他就过来要跟我要这个回扣。啊，咁咧就喺一段时间之后，佢推销咗好多嘢就系、是，啊，咁佢又嚟到同啊呢、这个员外咧就系攞呢个回佣啦。那我就跟他讲，我有答应给你吗？啊，咁啊，当时呢个员外就话，我应承咗俾你咩？白纸黑字拿给我看。咁就话，有冇证据啊？你白纸黑字俾我睇下先。他说没有啊，你只是嘴头告诉我，就去做啊。咁呢个邻居就话冇喎，你净系个嘴，你个口嚟讲俾我听啫噃。我说那根本就没这回事嘛，不然怎么你会有这个没有白纸黑字的这个收条，这个证明？咁呢个员外就话都冇白纸黑字，点样去证明啊？冇呢件事。哦，他非常生气。哦，咁当时佢个邻居就好生气。那我很得意。啊，咁呢个员外就好得意啊，上司嚟嘅。啊，可以省掉一笔钱。啊，咁啊悭翻一笔钱。啊，他气得不得了，一直骂。咁佢咧，呢个邻居咧就好嬲，咁啊，然后咧一直咁样嚟闹。我如如不动。啊，呢个员外上司话佢咧就如如不动啊。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临走的时候就骂我、诅咒我。咁咧就冇办法啦，呢个邻居即系话佢妈妈啊，咁临走嘅时候咧就闹佢，同埋咧喺度咒佢。他说我这一世要不到你，我下辈子都要讨回你。他说我这一世拿不到你的，我下一世我都要拿回你的。不是，有下一世了，下一世再说好了。我就哈哈，有下一世吗？有下一世才算啊。啊，我就看到这一幕。啊，那上司说他佛菩萨给你看到这一幕了。啊，我就知道。啊，那上司说他就知道。啊，原来钱是欠人家的。啊，这个是前世欠了他的。啊，离得尽逃得快。
佢話咩咧？離得近係就攞得快。啊，我就非常的了解，哎，真的是因果。咁上司佢話非常之了解，呢個係因果嘅報應。那我就問菩薩，那要前世的這一筆 commission， 這個從連本帶利要還多久啊？上司就問佛菩薩，佢話：前世我爭佢嗰啲佣金啊，連本帶利啊，我要幾耐先至還得曬俾佢啊？他說這一筆債一共有兩世多了。佢話呢一筆債啊，總共有兩世咁耐啦。啊，他會逃到你死啊！啊，佢會咧就同你攞債攞到死。哇，那说完了，那很辛苦啊！啊，真系完蛋啊！这个真系会好辛苦啊！给钱没有关系，最重要是那个气啊，那个心啊，那个感觉啊。俾钱系冇所谓，最重要就系个心同埋自己嗰个感觉。啊，不管你给什么，他就是不开心就是啊，还会讲你一顿啊。啊，无论你俾乜嘢啦，佢都唔开心，佢系会讲你一大堆啊。那是不是很难过呢？咁你觉得系咪好难过呢？啊，所以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感觉不平衡。这个整个来讲呢，就是一种感觉，同埋呢，因为呢觉得是不平衡。啊，那怎么办？怎么还？啊，咁点算呢？点样还呢？怎么样赶快提早还？点样可以提早去还呢？让彼此之间的怨气化解呢？能令到彼此之间嗰个怨气能够化解呢？啊，就只有不断的一直在修法回向，然后呢一直做功德啊，回向弥补回向给他。只有咧喺修法嘅时候不断修法回向，同埋一直咁做功德去然后嚟补啦。啊，像我们现在也许要买一件衣服给他，那件衣服省下来的，帮他做功德回向。啊，本来咧想买件衫俾佢，但将呢件买衫嘅钱咧悭翻落嚟咧，然后攞去做功德。啊，本来要买一只手表，这个表省下来，帮他去做什么样子的功德啊？啊，本来要送一个手表俾佢，但系将呢啲钱咧就攞嚟做功德，系我哋回向俾佢。啊，不管怎么样都观想，他也加入一份在做在修啊。无论点样都好咧，都系要观想埋佢加入去，一路咁样修。啊，我记得，啊，他以前，啊，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我看到一张纸写的，啊，兄弟的名字。记得细个嘅时候，佢睇到一张纸，上司话咧，里边有个兄弟嘅名，啊，就是没有我的名字，啊，但系里边系冇上司嘅名，啊，我看到没有的文字，我就问我妈妈，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咁啊，佢上司话佢睇到之后咧，咁佢话点解呢张纸冇我嘅名嘅？我妈妈说，当然没有的名字，那是分家产啊。咁啊，佢妈妈就话，当然冇你嘅名，呢啲系分家产噶嘛。啊，你是女的啊，你嫁给别人，你是分别人的啊。佢话你系女噶，你嫁俾人啊嘛，我仲你系分俾分咗俾人咯，哪有可能分给自己的家人分给你呢？自己的家产分给你？佢有乜可能啊？我个家产啊会分俾你咧吓，即系分俾你，即系分俾第二个人。我跟他讲，我是你的小孩啊，女儿啊。佢话我都系你个女啊，我都系你个亲啊。啊，但是以后你不是我们家的姓啊。佢但系以后你唔系我屋企嘅姓噶嘛。哇，那小时候很刺激的。呢个细嘅时候好刺激嘅。啊，慢慢大。啊，咁大咗之後，啊，我不斷地一直這樣子在做，啊，一不斷咁樣喺度做，上司懂得怎麼做，啊，佢識得點樣做，啊，不懂得的話就積怨，啊，如果唔識嘅時候咧，又會結怨，啊，我懂得之後要趕快還，啊，如果識得嘅時候咧，就快啲去還，趕快彌補，趕快化解，啊，希望快啲去彌補同埋快啲去化解，啊，有一天啊，做，有一天他跟我講一句話。咁一路做一路做，有一日咁样咧，就妈妈同佢讲一句说话。佢说：我医术有一点改变啦。佢话佢而家佢觉得佢自己本身有啲改变咗，遗书里面咧已经有啲改变咗啦。我加了你的名字啦。佢话已经加咗你个名上去啊。我说啊，我已经还清了吗？咁啊，上司就咦，唔通我啲债还清咗啦咩？啊，我就跟他讲，不要。我是嫁出去 的小孩，我是泼出去的水，啊，灌人家的姓，不要，我去分人家的，啊，不要，你留着。咁样上司就唔好啦，你留翻佢啦，我已经系咧嫁咗出去嘅人啊，跟人哋姓，好似泼咗佢嘅出去嘅水一样噶。我妈妈说，哎呀，都是一样，都是我的小孩，你也应该分一份啦。咁佢妈妈就话，都系一样嘅啫，你都系我个细蚊仔，啊，应该系分一份嘅。我跟他讲。不要，啊，妈妈一定说要。啊，咁上司话唔使啦，但系妈妈咧话一定要。我说这样子好了，你如果坚持一定要给我一份，我把那一份，哦，当你的功德未来帮你做。
咁上司就話：好啦，如果你係堅持要俾一份我嘅，咁我將來嚟講咧，我就會將呢一份嘅錢咧，係我嚟同你做功德嘅。我媽媽那時候聽得很不高興，那是我賺的錢咧，咁俾別人。咁佢媽媽聽嘅時候咧就話：有啲唔高興，就話：喂，我賺嘅錢我你去俾人嘛？啊，當然是給自己的小孩，你給了別人就沒有啦。梗係俾自己嘅細蚊仔啦，如果你俾咗人咧就冇咗噶啦。啊，你不要，你給你的小孩嘛。咁你唔使俾你啲細蚊仔咩？啊，那時候我跟他沒有辦法繼續講，我說：好好好，不要談這個事。咁啊，上司話當時咧就冇繼續同佢講啦，佢好啦好啦，我哋講第二啲嘢啦，唔好講呢樣啦。啊，我繼續又再修修修，又繼續幫他彌補功德。咁啊，上司話佢繼續一路修一路修，然後繼續咧同佢彌補呢個功德。啊，有一天他又講話，咁有一日咧佢又同上司講啦。啊，我遺書又有點改變啦。佢話而家遺書裏邊又有啲改變咗啦。我的那一份我走了以後哈，給你啊。佢話我一份啊，走咗之後咧，我俾你啦。啊，我这样就有两份了耶。啊，咁啊，上司话咁我咪有两份。啊，欠他的已经不还了，现在还倒赚咧。欠佢咧已经系还咗，第二而家仲赚咗。啊，我跟他讲，我说不要啦，不要啦，你这样会给兄弟讲话。咁啊，上司话唔好啦，唔好啦，而家俾啲兄弟喺度讲嘢噶啦。嗯，我说我这样子讲，我说不要理他们，我就是要给你啦。啊，咁妈妈就话唔使理佢哋，我一定系要俾你噶啦。我说那这样子我就多你的一份就赞助功德啦。咁上司话咁如果系咁样咧，就多一份咧，我就可以再同你做功德。啊，他那次就没讲话。啊，咁嗰一次咧，佢又冇讲说话喎。啊，然后呢，啊，再接着讲，啊，他每一次修法回向，啊，就回向给我们的紫莲雷藏寺，有这个法才赶快建起来。咁咧，然后咧，佢同佢讲就话，佢每一次自己修法嘅时候咧，佢都希望咧能够咧得到啊，快啲得到啲发财，然后帮助咧。啊，帮助呢个紫莲雷藏寺嚟建立嘅。啊，以前呢，他要的这一个 lottery 买是要给他自己，家人的。咁以前咧，佢妈妈咧去买一啲呢个彩票咧，就希望中咗之后咧，俾佢自己用啦，同埋俾佢嘅家人用。啊，我们这样一直修修修回向以后呢，他智慧增长了，他现在所要买的这个 lottery 完全就是要捐出来。咁而家咧，自從咧修法一路不斷咁回向之後咧，咁佢自己嘅智慧咧增長咗之後，居然而家佢咧買嘅彩票咧，佢係希望咧攞出嚟攞嚟幫助噶。啊，我家的佛堂常常都會看到 lottery。啊，咁所有佛菩薩嘅前面啊。咁然後咧，佢喺個佛堂嗰度咧，成日見到咧喺佛菩薩前面咧，佛堂嗰度有呢個 lottery ticket， 即係有彩票喺度。啊，尤其是那個下面的那個地下的土地公前面更有張 lottery 要土地公看。啊，尤其是喺土地公前面咧，更有啲彩票咧俾土地公睇住。啊，上面還寫的說哈，要這個如果有中了這個獎啊，全數要悉數啊給這個。菩提事业啊，这个紫莲雷藏寺啊，咁里边咧，上边咧喺啊，俾地主公睇嗰度写住咧，佢话咧，如果我呢张彩票中咗咧，我全部啊会捐出去咧做呢个菩提事业，同埋咧俾呢个雷藏寺嘅我嚟起。啊，我就看到他这样一直改变。咁上司话佢睇到佢咧一直咁样不断咁改变。啊，曾经有一次又跟我讲话。咁曾经有一次咧，咁又同上司佢讲啦，我在想啊，我那些财产啊，好像。应该要拿出来赞助雷藏寺哈。啊，咁佢同上司讲，佢话，啊，佢话我而家谂啊，我啲财产啊，应该攞出嚟赞助雷藏寺比较好啊，嗬。我心里好开心啊。上司嘅心咧好开心，不是开心他的钱，是开心他的心打开了。唔系话开心佢嘅钱，而系开心咧佢嘅心咧，原来已经打开咗。这个开就是我们之间以前所有的一些怨结都已经化解了。这个开就代表他们以前曾经有的冤结已经是化解了。我欠他的前世的这一些回扣的 利本啊全部都还清了，还滋生出多出来的这一些回给我的这个利益。那么这些以前上司所欠他的回佣啊，那已经呢就还清不得已，还现在多生了出来，就说还有可以给上司的。然后因为我在做菩提事业，他也有这个智慧去回向去做。咁咧，亦都係因為上司佢做呢個菩提嘅事業，佢亦都係媽媽咧有呢個做呢個回向，咁然後咧產生咗呢種嘅智慧出嚟。如果我沒有這種懺悔意，如果我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做的話，我相信就互相再繼續到老結怨到老。咁上司佢話，如果佢冇呢個懺悔嘅意義，同埋咧方式，同埋呢個方式去做咧，佢哋嘅冤咧係一路不斷咁樣咧，就係繼續落去嘅。所以在这个梁皇宝忏第五卷第四百页，他讲得很清楚，
咁喺呢一個梁王寶忏嘅第五卷第400页裏面咧，佢係講得好清楚。他說：如果要忏悔所有造的一切罪业，只有起两种心。如果我哋要忏悔以前所有一切嘅罪业，我哋要起两种嘅心。所以无罪不灭，这两种心起来，你所有的罪都会灭除的。佢话呢一两种心咧系无罪不灭嘅。哪两种心呢？就是一惭二愧。呢边两种心咧就系一惭二愧。惭者是惭天，愧者是愧人。惭者是惭天，愧者是愧人。惭者的人自然忏悔，念诸怨对。惭者的人可以自能自己可以忏悔，同埋咧可以灭除咗嗰啲怨对。愧者能教他人解诸结缚，愧者可以教人，同埋咧可以解呢个冤，解薄个绑。惭者能做众善，愧者能见水洗。惭者能可以做好多嘅事，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怒向人。惭者亦都系可以自己可以觉得羞耻，愧者可以发怒向人，即系话对人哋都可以讲出自己唔好嘅嘢。所以所有的这一些罪业，所有的这些过错，最重要就是要惭愧、忏悔。所以呢啲所有一切嘅罪业同埋过错，我哋都系最重要就系呢个惭愧两个字。如果你自己本身不能忏悔，不能惭愧自己所造的这些业，那你就一直冤冤相报下去。如果我哋本身所做嘅嗰个罪业，我哋唔能够产出忏悔同埋惭愧咧，我哋永远落去都系冤冤相报啊！我这一世如果不这样把它止掉这些怨气的话，来世我们又继续相报下去。如果呢一世上司佢话佢唔能够再将一个怨结去解咗去，即系来世咧，一定系呢个再继续落去冤冤相报啊！所以众生的冤亲债主从何而来？咁所以讲众生嘅冤亲债主，佢哋喺边一度嚟嘅咧？所有的都是因因果果而来，所有都系从因因果果里面嚟嘅。啊，这是我个人的自己的一个例见。所以呢、这、一个，佢上司话呢一个就系佢自己个人嘅一种嘅例子。啊，例证啊，例证，这是确确实实的改变。呢、这个系确确实实嘅改变。啊，以前要请我妈妈来这样子念个经，或是拜个佛，或上个香，这样是很困难的。以前啊，想请佢妈妈嚟礼佛啊、拜上香啊、拜佛啊，系好难嘅事。请他做一些功德是很困难的。如果请佢做功德咧，系好困难嘅。啊，是拼命的啊，只有利益自己才会做的。啊，佢系会想到咧，只系对佢有利嘅事，佢先至会做。但是呢，我们这样子在拜忏。我们这样在行功德，我们这样在修法回向，这样观想佛菩萨进入他的心田，转他的心境，然后最后就改变。但是我们呢这样来拜忏啊、礼佛啊、和修法啊，然后请佛菩萨啊、放光啊，转他的心境，这个就不一样。我记得刚开始皈依没多久的时候，我搬到旧金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问事。咁記得上司佢話佢剛皈依嘅時候，佢搬到舊金山咧，就好多人咧慕名而嚟咧，就係向上司咧問事嘅。啊，無親無戚移民到舊金山，很奇怪的，就很多很多人天天來。好奇怪咁樣，佢又冇親冇戚咁樣去移民咗去舊金山之後咧，咁好多人咧就係咧就慕名咁樣嚟到，也沒有登廣告，也沒有到場，就每一個人就是到我家裡來。佢都冇做到廣告，亦都係冇到場咁樣，然後嗰啲人咧就會嚟到佢屋企。我曾經有一天啊，接電話接80几通電話。啊，曾經有一日咧，上司話佢喺屋企咧接電話咧接咗80几个電話。啊，接到好怕。啊，接電話接到怕咗。啊，從早做到晚，咁啊由朝做到晚。啊，我母親那時候剛去，很不能適應這種環境。咁佢媽媽當時咧係啱啱搬到去嗰度，佢係唔能夠適應呢啲咁嘅環境。因為她不能接受我突然之間變這樣子的生活。因為佢媽媽唔能夠接受佢突然之間有呢啲咁嘅生活。那麼她也不接受我們所謂的這個宗教宗派。咁亦都係媽媽咧，佢唔能夠接受佢呢個所謂嘅宗教同埋宗派。所以我在前面跟人家在解釋她的事情。他就在旁边讲，你不要信他讲的啦，他胡说八道啦。咁佢咧上
師喺度咧，啊同你解答問題啊，解釋俾人聽嘅時候咧，咁佢媽媽喺後面就話：，誒、哎、你唔好聽佢講啊，喺度亂講嘢嘅啫佢。因為他今天不在，所以就趕快講啦。因為咧媽媽未有嚟啊嘛，所以上司佢就講一講。然後最生氣，我這樣跟他先比。咁咧就係話咧，上司係最啊，佢媽媽係最唔開心啊！上司咁樣同佢啊呢個，這是真實的。我在前面跟人家講，他在旁邊搗亂啊！咁樣上司佢喺度前面嗰度做嘢，咁佢媽媽就喺旁邊咁樣搗亂。他是我生的女兒，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樣嗎？騙你的啦！佢話佢係我生的女兒，唔通我唔知佢係點咩？佢呃你啫嘛！啊！我都不知道怎麼做事才好。咁樣上司係佢都唔知道點樣做事先至好。哇！剛開始就有這樣一個大助緣。啊，咁一開始已經有咁大嘅助緣喺度，不知道怎麼樣叫他嘴巴拉鍊拉起來，不要吵。唔知希望點樣去佢能夠咧啊個口咧唔好講啊咁多，然後咧就係啊咁嘈。後來到了最後呢，啊，我不斷地一直跟他爭取，我到最後他終於能夠在我當時辦事不講話。啊，亦都係上司花費咗好多嘅力量，然後同佢去爭取，咁然後咧先至最後咧啊咁當我上司辦事嘅時候咧，佢就唔好出聲。但是呢，他换了一种方法。啊，但是他用了另一种的方法喎。他到门外去站。咁咧，佢喺门口外边。啊，人家问完事出去，他就拉住人家跟人讲，不要信他说的啊。咁人哋咧问完事之后咧，咁佢拉住人哋就话，你唔好信佢嗰讲嘅嘢啊。啊，胡说八道啊！啊，佢乱讲嘢嘅啫。我的妈妈，就是系我妈妈。所以很辛苦啊。所以是很辛苦的，这样的一个人到今天也能够拜，我实在很高兴，也能够接受，也能够这样子拿钱出来做功德，我很高兴。所以上次我就觉得很开心，就说这样的人他现在转变到今天，他能够去拜佛，又可以懂得去做功德，所以觉得上次他觉得他这样改变令到他很开心。这就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咁呢個咧就要從我哋自己本身去做起嘅。如果你自己本身你的家人親眷不能接受，你要由自己開始改變做起。如果你自己本身你的家人眷屬佢哋唔能夠咁唔能夠做到咧，就話要由我哋自己自身去做起先。有時候因緣不具足，你沒有辦法用言語去溝通、去指引他們、去感化他們。有時因緣唔具足嘅時候，我哋唔能夠用言語去感化同埋去引導去。但是你有心啊，你心就可以帮助他们改变。但是你有心的时候，你用个心去能够改变他。第五卷一开始就讲，如果有心就能成佛。第五卷里面一开始就说，如果你有心你又可以成佛的。你有心向佛，愿意成佛就能成佛。如果你有心向佛就能够可以成佛。所以这整个来讲，今天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见证。啊，整個嚟講，今日咧就係一個好強烈嘅見證。啊，我記得當年，他一直想要跟我要 lottery number。記得喺當年嘅時候，啊媽媽咧就係一不斷咁樣向上司去攞呢個彩票嘅號碼。他因為他知道我能夠感應得出來。因為佢知道咧，上司能夠感應到佢出嚟。啊，所以他希望我能夠給他。咁佢一直都希望上司能夠俾佢。啊，我就是不給他。但是上司一直都不给他。啊，我要给你我自己不会去买嘛。啊，上司我给你我可以自己去买。我就是不能买啊。啊，但是上司他不能够买啊。啊，我买了就不能中啊。啊，买了就不能够中。那是佛菩萨讲的。啊，这个佛菩萨讲的。莫求己欲啊。啊，莫求己欲。如果你的心中还有对自己的私利失我的欲望的话，你绝对不能中的。因为你心中对自己有对自己好同埋自己嘅私欲嘅时候咧，系唔能够达到嘅。所有的一切利益众生的能力啊，所有的这一些验证，通通都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所以一切嘅种种嘅咧，都系应该系为公啊，唔为私呢种咁样先能够有呢种嘅正言出嚟。所以我不给他，他就非常生气。咁所以上次话佢冇俾佢咧，咁啊好嬲啦。我那时候智慧不够，怎么样就是不肯给。啊，当时上司话佢智慧唔够咧，点样都唔俾佢。啊，有一天我开窍。啊，有一日咧，突然间上司话佢开窍咗。啊，我就为了要度他，就改变另外一种方法。咁啊，上司话要度佢妈妈咧，咁佢改变咗另一种嘅方法。啊，所以呢，我就给他号码。咁所以上司就俾佢一个号码，但是有条件。但系呢个有条件嘅。要他念高王经一千遍。上司要佢妈妈咧念高王经一千遍。啊，要他每一次念高王经前都要观想观音菩萨现前放光铸照铸顶，然后进入他心中，他化为观音菩萨。
咁樣每一次佢話念經之前咧，佢要媽媽咧就觀想觀想菩薩喺個頭頂放光照照佢嘅，然後咧進入佢嘅心田裏邊，佢自己本身咧係化成觀世音菩薩。然後要他做433件善事。咁你逼佢媽媽咧做433件善事。以前我媽媽都說她不識字，不會念經。啊，佢媽媽以前都成日講話，我唔識字啊，唔識念經嘅。她為了要中獎，她每天天天去念。為咗因為中獎啊，所以佢每日都去念經。啊，她一下3個多月就念完。咁一下咧就係3個幾月嚟咧就念完1000遍經。啊，他看到什麼事情都想要去行善去做。咁佢見到咩事佢都想去做行呢個行善事啦。啊，我看他念完經一段時間，我就問他：你買了沒有？咁啊，當上司咧就係見到念完經一段嘅時間咧，咁上司就問佢：你買咗未啊？因為他說他買中的話一人一半。因為佢同他講過，嗱，如果我買中咗之後咧，我俾一半你，一人一半。所以我很關心我那一半的福利。上次話咧，咁佢好關心佢自己嗰一半嘅福利。所以我問他：你買中的話，不能忘了我。咁上次話：如果你買中咗咧，你唔好唔記得咗我。他說：你經念了？我問他：你經念完沒有？他說：念完了。咁上次問佢：你啲經念完未啊？咁佢媽媽話：已經念完咗啦。我說：你433件善事做完沒有？咁上次話：你433件善事，你做完咗未啊？他說：我從早醒過來就天天想要做善事行善事。咁佢話：我而家咧自從係咁樣之後咧，我話我一早起身啊，我都係日日都係想住就係點樣去做善事啊。那我去菜市場或是人家的那種賣衣場啊，衣服掉了都主動幫人家拿起來，以前就跨過去啦。佢話：我啊同佢買菜嘅地方，或者去買衫嘅地方，我都諗住做人哋跌咗啲衫落嚟啊。我以前咧就咁攬過去就算啦，但係啊水果掉了主動都趕快放上去。咁啊啲水果跌咗落嚟咧，我都會同佢執翻起佢放喺架度。啊，總而言之就是做看到什麼就想要去幫助什麼。總言之就話我見到乜嘢希望能夠可以幫助到我都會去做噶。到底做了夠不夠都不知道。佢到底做咗夠唔夠我都未知啊。我說：那你到底買了沒有？咁樣上次你到底買咗未啊？他就告訴我：沒有。咁佢媽媽同佢講：冇啊。我說：為什麼呢？咁上次話點解啊？因為我覺得我已經中獎的感覺了，為什麼要去買啊？咁佢媽媽話：我已經覺得好似自己中獎嘅感覺，點解我仲要去買呢？我覺得我好像很有錢啦。咁佢媽媽話：我已經覺得自己好似好有錢咁。你想想看，這就是一個善巧方便法門。啊，你諗下，呢個就係善巧嘅方便法。你有佛菩薩入你的心，你心中有佛，你當然就不一樣。因為有佛菩薩入咗佢嘅心，你心中有佛，當然係唔一樣。师尊曾经讲过，很多弟子都告诉师尊没有时间修。师尊曾经讲过就话，好多弟子同师尊讲就话，我根本都冇时间去修法。不管是家里有小孩，或是做事业的，或上班的，上课，无论佢系一个想啊读书嘅，或者系啊细路仔，有屋企有细路仔，有上班嘅，做工嘅，师尊告诉大家，没有时间修，照样可以过修行的生活。师尊讲过同佢哋讲就话。你冇時間修啊，但你照樣都可以過修行嘅生活，看你怎麼樣去做，睇你點樣去做。你沒有辦法像一般因緣具足的人，可以早上、晚上、中午一日即修。你係從好似一般人咁樣有佢嘅時間就話從早上、晚上、中午咁一日又有幾修，甚至於你連咒都沒有時間念。甚至啊，你连咒都冇时间去念，善念的咒也没有时间念，散念的咒你都冇时间去念。什么叫善念？就是你行住坐卧，走也在念，坐也在念，行车也在念。这叫散念咧，就话你行紧路啊，揸车啊，做紧嘢啊，你都喺度念。啊，没有时间念啊，他连这个时间都即系话连呢个时间你都系冇噶。师尊就这样教大家。咁师尊咧就系教咗大家一样，你只要早上眼睛张开来过一天的时候，当你朝头早起身眼睛啊张开嘅时候，嗰一日嘅时间，开始要开始过一天，你就观想你的本尊或是莲花童子啊显现，活菩萨显现。咁当你咧开始过第嗰一日嘅时咧，你就系观想你嘅本尊或者莲花童子或者系菩萨显现啦，放光铸造，演现出嚟放光铸照。成一个米粒点光珠进到你的心田心莲，变化成为米一样的光点进入到我们的心田里面。
它安住在你的心莲上放大，系安住咗喺我哋嘅心嘅莲花上一路放大，放大就成为跟活菩萨合一。咁放大咗之后咧，就系同佛菩萨合一，这样就够了，呢个就够啦。今天你跟活菩萨合一，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你今天的行住坐卧就是佛菩萨在行住坐卧，咁样就够。因为你今日咧，你自己变成咗系佛菩萨咁，你嘅行住坐卧你都变成咗好似佛菩萨一样。你的说话、你的思想、你的言语、你的种种行为，全部都是佛菩萨。你嘅说话、你嘅思想、你种种嘅行为，你都变成咗系佛菩萨。你如果既然你心中有佛，佛就是你，你不会说不好听的话、破坏的话、挑拨的话、不是的话。既然你心中有佛，你自己变成佛的时候，你的嘴巴你就不会讲一些、破坏的说话、挑拨的说话和一些不好的说话。你想的一定都是光明清净的，你所想的也都是光明和清净，你做的事情全部都是清净光明的，你做的事都是全部是清净光明，不会是邪乱的事、隐晦的事，不会是邪乱的事，同埋是隐晦，即系唔好嘅系三点水，淫乱的心啊，即淫话，即系唔识点，系咪咁样翻译我都唔知。污秽的秽啊，淫啊，就是说那种男女之间的淫啊，秽，即污秽、淫秽，即有一种不干净的思想。所以这整个来讲，你就是佛，佛怎么会有这些不好的事？因为师尊讲，你就是佛啦，佛点会有呢种咁嘅思想呢？你越这样子想，你就越来越庄严啦。你越是这样想，你就是呢就越来越庄严。你的内心完全是清净光明，有跟佛一样，你行住坐卧都是非常的庄严。因为你内心这个光明，你自己行住坐卧你都会产生光明的。你不必跟人家坐了老半天还是一样乌黑八糟的念头出来。你不会说好像人家这样做了大半日你都是乱七八糟。念了老半天还是阿弥陀佛好漂亮，可以跟你的过去的话咁呢念咗喺念佛念咗半日都好啦，咁呢一路阿弥陀佛咁，然后见到个女仔个眼睛望住佢一路行过，就是你的心没有佛你才会乱，因为你的心中冇佛所以你先至会乱，才会迷惑，先至会迷惑，才会黑暗，先至会黑暗。你每天跟佛在一起，与佛同住，与佛同在，你怎么会黑暗无明啊？因为你每日都同与佛同在啊，你点会黑暗呢？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非常之重要。大家如果没有时间修行的话，做功课的话，想把佛想到你的心，请佛助心，天天跟佛在一起，你就不一样。如果你是没时间做功课修法的时候呢，你就观想这个，就是说你自己是变成了佛，那你现在好像佛那样，你的行为好像佛那样，就是不一样的。我自己了解到自己很多事的因果以后，我经常想光明铸造自心。上次说他了解了自己很多世的因果之后呢，他经常是观想佛的光明铸造，清净所有自己的业，清净自己所有的业，请佛助心，请佛助心，常常观想自身跟佛无二，时时观想自己与佛无二。当你的心中能够光明产生的话，所有的罪垢都消除了。当你心中的光明产生的时候，你所有的罪垢不干净的东西都能够可以消除的。所有的冤敌债主、冤亲债主、缠身灵都会随之也跟着你的意念转为光明，不再冤冤相报。所有你的冤亲债主、这个缠身灵它能够是跟着你意念的光明，然后呢不会冤冤相报。但是最重要真的要有惭愧心，但是最重要就是说你真的有这种惭愧的心。像今天我就很惭愧自己本身忏悔，好像今天这样，上次就说很惭愧他自己的心，他就在这里忏悔。我跟佛菩萨讲我不能随喜，他跟佛菩萨讲，他说他不能够随喜，不能随顺，也都不能够随顺，不能随缘，也都不能够随缘。这是我很大的缺失，
这个是上司会觉得是很大的缺失。我不能看到一个欢喜的事情跟着人家欢喜，他不能够见到一件欢喜的事去跟着人家欢喜。别人笑得很开心，为什么你笑不出来？人家笑得很开心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能够笑出来呢？虽然也许你认为那个笑不好笑，虽然或者你觉得这个笑的不是一件好笑的事，可是这个笑呢可以帮助人家开心。但是这个笑出来你可以帮助人家更开心的。你不要板着一个脸好像自己很了不起嘛，不要说好像自己板你的面好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你跟着他嘻嘻嘻，这样也好嘛。你跟着他笑几下都是好的，气氛也转化一下，轻松一下，气氛呢可以是这样 转化一下和轻松一下。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真的差很多，上司话佢觉得佢自己真系差好多。不能随顺随喜随缘，不是一个修行者的本色。佢话唔能够随顺随喜随缘咧，唔系一个修行者嘅本性。你每一天要忏悔，你哪里做错，你要忏悔，要想出来。喺每日里边，我哋应该系想出我哋边度唔啱嘅地方，我哋应该系忏悔。有的因缘不具足的地方，你硬要勉强因缘，那是不能随缘。如果有啲因缘不具足嘅时候，你勉强咁去做，这个呢就不能够随缘了。好像你在跟人家讲道理，你觉得你费神讲了这么多道理，对方还不遵守去做，你很生气，这就是不能随缘。如果假设你同人讲一些道理，但是人家呢你讲了一大堆的说话，费了很多神去讲，但是他都不能够做出来，你又会发怒，那么这个就是不能够随顺了。因为他有他的障碍，所以他没有办法尽力去做。因为他每人都有他的障碍，他都有他的障碍，他不能够尽力去做。我不能了解这样子的因缘而生气，这就是我的错事。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这种因缘而去生气，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过失，自己的错。自己的手伸出来五根手指都没有办法平均的，怎么能够要求其他的人呢？我们自己伸出来的手有五只手指都不能够平均的，我们怎样去说人家呢？很多事情真的值得自己很多很多的改正。有很多的事呢，我们觉得自己上次觉得自己都是应该要去自己改正。那像好像两边坐的两位上司，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好像今天坐两位上司坐在旁边，上司觉得他们很多地方都值得上司去学习的。好像这莲文上司，好像莲文上司他实在是很了不起。上司是实在很了不起的。大家知道他曾经这个经历过一场这个事变。上司他说他知道上司你们上司他经过整个事变。他今天能够住到菩提雷藏寺，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缘。今天上司住到这个菩提雷藏寺，已经是一个因缘。因为他没有房子了。已经是没房屋了。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了。那个房屋已经卖给别人了。所以他今天能够来跟活菩萨住在一起。所以今天他都能够跟佛菩萨住在一起。你看他还能够笑耶，还坐在这里耶。你看他现在还在笑得很开心，这样坐在这里。这不是简单的耶。因为这个根本是不简单的事。这如果是换了我，我就拿刀去杀人家了耶。如果是为了他，可能就拿刀去杀人。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样特别的激烈现象产生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见到一些激烈性的那些行动产生出来。一生所有的他一生里面所有的一切他没有所求的，不是像人家要做生意或各方面，他是纯粹就这样拿钱出来的。因为他不是好像有些人那样，譬如他是想做生意或者想赚到钱然后呢希望得到什么，但是他是纯粹这样来帮助人拿出来。他是等于是为公牺牲的。他等于好像一种为公牺牲的。因为对方呢赞助了庙和建了这样子的佛像，他感动，然后看他很多的发心，所以他有难，他等于是为公来这样子。因为他看到对方呢，他有种那种发心捐了很多钱来帮助寺庙然后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也都是好像等于为公咁样嚟帮翻佢转头。唯一的一栋房子就这样子贷款不见了。唯一的一间屋呢，咁然后呢就借出嚟呢，咁佢已经系唔结咗啦。你看他还能够稳稳这样坐在那里。咁睇佢仲好似好稳咁样，而家呢稳稳咁样坐喺呢度，好稳。这就是他了解很多的这一种佛教所讲的因果。因为佢呢能够明白到佛教所讲嗰只因果喺里边。他有这样子的认知。
佢有呢一种嘅认知，而且真正要走修行嘅道路，而且系真真正正要走呢个修行嘅道路。这一世不消怨，这一世不解怨，何时解？呢一世唔消怨啊，同埋去解咗怨啊，边一世先去再去消呢？那为什么他的这个事情不发生在我身上？点解呢种嘅事情又冇发生到喺上司啊，刘上司嘅身上呢？为什么不发生在年高上司身上？亦都冇发生到喺年高上司嘅身上。为什么是他呢？啊，点解会系佢咧？因为有跟他的因果嘛，因缘嘛。呢、这个就系同佢咧有呢个因果因缘嘅。所以他是真正要走实修的这个路线。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要真真正正是守这个修行的路线，真的是解冤要释结的、啊、这个呢就是要解冤的。换一个角度想，他住你今天住到佛家来是很了不起的。回到角度讲，今天能够住到这个佛家里面都是不简单的事、啊、切掉你的俗缘俗家、啊、将他的俗缘俗家切掉晒，让你完全没有了挂、啊、令到他呢完全是没有、啊、牵挂的。我自己在拜，我想到这样，因为对着活菩萨，我希望虽然不是我个人有这样子的好像事件因缘，但是我有想整个道场很多的人，我一直在啊观想这样子拜忏宵夜。咁样上司话，虽然咧唔系发生喺佢身上，但系佢当佢拜佛嘅时候咧，佢希望亦都系要求啊，请呢个佛菩萨咧放光咧，系照照所有啊呢、这个喺道场里边所有呢啲有关嘅事情、有关嘅人物咧，都能够帮助佢哋能够消呢一种嘅业。啊，像他有这样的优点啊，我们就要学习这种心量。咁佢觉得你们上司有呢种嘅优点咧，咁我哋咧系应该大家向佢学习。啊，如果我下一次有这样子心、这样子的事件，我能够像他这样释怀。如果是比如下一次有这样的事发生在上司的身上，上司说他不知道可不可以好像他那样呢？我以前就有好多单这样子、啊、以前呢上司说他曾经有很多单是这样、啊、并不是说像他这样房子都不见了、啊、不是说好像他这样连屋都不见了。告诉你们当上司很可怜、啊、跟你们大家说做上司真的很可怜的，不是坐在上面好像 很好看的样子、啊、不是说只是坐好像坐在上面好像很好看这样、啊、这个同门很多苦难啊，咁呢个咧，啊，同门好多苦难嘅。啊，有的同门的苦难，啊，是有身体的、健康的、钱财的、感情的，很多方面的。同门嘅苦难咧，系啊，啊有啊身体啊病啊，啊同埋佢嘅钱财啊。有突然之间有紧急的状况产生，要求你帮助，你帮不帮？突然间佢有紧急嘅事情要你啊发生嘅时候要你帮，你话你帮唔帮佢咧？啊，突然啊儿子啊没有钱交学费，你帮不帮？咁突然间呢个仔啊，佢话佢个仔啊冇钱交学费啊，咁你话帮唔帮啊？啊，突然车子撞车了，马上要赶快紧急买一部二手车好上班，否则每一天这样子来回三四个钟头，工作就会没有，你帮不帮？咁或者佢突然間呢個車啊撞咗壞咗，咁啊而家咧需要錢買部二手車，因為佢咧需要花費三四個鐘頭上班，如果唔係咧佢冇車就會啊冇咗呢份工噶。嗱、啊，反正種種這一些多得不得了，咁種種呢一啲嘢係多到不得了噶。啊，來借，啊咁嚟借錢，啊借了就不借，啊咁咧借咗之後咧就啊冇咗啦，唔見啦。啊，然後呢，他如果出現的話，我需要我就一直等他，你還我錢啦、啊。咁因為咧，如果上司話佢見到佢嘅時候咧，佢都會冷靜咁瞪住佢，喂，你還我錢啊？啊，瞪到他的心，你還給我啊！望到佢咧，你還俾你為止。啊，雖然一直瞪瞪的眼珠都跑出來，他還是無動於衷啊。但係咧，當你望佢望佢眼都走咗出嚟，跌咗出嚟啊，佢都無動於衷啊。啊，这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释怀的耶。咁咧要经过好长嘅时间咧，你个心咧先会放开释怀啊。啊，尤其如果你借人家的钱，他又反过来讲你的坏话，哇，那真的是会去撞墙哎。尤其是咧，你借咗钱俾个人，个人反转头咧仲讲你坏话，你真系个头真系想冚落个墙嗰度。啊，所以这整个来讲，这都是一个过程，修行的过程。整个嚟讲，呢个都系一个修行嘅过程。啊，所以好像年高上司也是一样如如不动啊。啊，好像年高上司都是好像如如不动的。啊，这个动，这个动。啊，皈依这么样子老的弟子还是很诚心的。你有什么问题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引戒，一直引戒哈、啊，向佛学佛成佛这个路线。在这个经历了皈依了师兄这么久的时候啊，这个时间这么长，他都是不断地努力地是很坚固地来去引人去信佛、啊、向佛和礼佛。好像师尊在西雅图的时候，这菩提堂菩提雷藏师的同门这样子十几年没有停歇过，礼拜六这样车一步步地去，
这非常了不起。好像我们圣尊在西雅图的时候，他们的壮子那同门，他们是 很坚持地在十几年来，每个礼拜六他们都开车这样很多个小时来回，然后 去西雅图，去圣尊那里。这种向佛学佛的心，这是非常强盛的。这种向佛和学佛的心是非常之强盛。我们的旧金山就没有这样子的因缘啊，那旧金山上师话他们都没有这种的因缘。有一天有一个同门来跟我这个识别，咁咧曾经有一日咧，咁有个同门同佢上司去识别，礼拜六来同修，咁礼拜六咧就系、是、去同修参加，他来跟我讲，他要回马来西亚，佢同上司讲，佢话佢要翻去马来西亚，我说你刚来吗？初三来吗？咁上司问佢，你梗系啱啱嚟咩？没有，他说他来半年六个月。咁已经，咁佢同上司讲话，佢已经嚟咗半年啦。我说，可是我从来没看过你啊，你第一次来吗？咁上司就话，咦，我从来都冇见过你喎，你系第一次嚟啊呢度。他说我没有时间来，我没有办法来，不是不要来。咁呢个同门就话，我唔系啊，唔想嚟，而系我冇时间，冇办法嚟。因为他来出差的半年啊，每个礼拜六都开车到西雅图参加同修。因为他在出差在马来西亚去这个三藩市的时候，每个礼拜六在这半年里面他都开车下去西雅图，礼拜五一下班就开始开车开15个小时到达西雅图，参加完同修又连夜赶回来。咁原来呢，佢係礼拜五晚呢就一日下班嘅时候，佢就已经开始开车开咗15个钟头就去到西雅图参加呢个同修，然后呢同修完马上半日即刻又揸车返去，这样六个月咁样做呢係6个月。我听了好感动也好惭愧。咁上司佢听到之后呢，佢觉得好感动亦都好惭愧，觉得竟然有人6个月都没有停过，每个礼拜开车30-40个钟头这样来回去参加去聆听师尊的开示，居然有人咁样能够咧喺6个月之内不断咁样喺每个礼拜开车30多个小时，然后咧去参加师尊嘅同修，要去听师尊嘅教导。然后我们就只有法会啊，最多法会还有请法才来。啊，好似我哋自己就系话，最多系喺法会或者系需要请法嘅时候，先至去到西雅图。现在想要再有这样开车的机会去做，都没有办法聆听佛音。而家你想再去听，或者系就算连开车去啊，你都冇办法能够去听到呢个佛音啊。所以呢，像这样都是忏悔的事情，惭愧的事情。好似呢一样嘢都系话，觉得系一种应该要忏悔，一个好惭愧嘅事。今天如果弟子们都能够跟循师尊所教所学，他不会那么早退。如果今日我哋大家所有嘅弟子能够听住我哋好似师尊嘅教导，系我哋够做得好好嘅时候，我哋师尊咧系唔会咁快退人嘅。不贪不嗔不痴的话，今天不会让一个得证者这么快就离开，这样子去避世。如果我哋唔系唔贪唔嗔唔痴嘅时候，我哋系唔会令到一个得证者佢能够咁即系咁早离开呢个世嚟去避世嘅。84000种法，能够得证的人没有几个，能够源源不断的传没有几个，这样子他都还没有传进就走，太可惜了。84000种的法啊，他完全啊都是没完全咁样暴露出嚟，但是今日而家咧，佢已经离开嚟避世，咁呢个咧系因为这弟子修得不好，而堵住了未来的众生修法的因缘，是要大惭愧。这个因为我们弟子自己本身修得不好，而是呢令到将来需要学习堵住了这些将来的众生的路来学佛，那我们呢应该是产生太忏悔的心。所以每一天修忏悔法都不够，所以我们每天修忏悔法都不够所以我自己本身拜忏不是就只有消自己的这些的罪业，本身来讲上次说他自己拜忏不是说只是修本身自己的业你要自己想很多很多的弟子同门，很多众生的无名的业，我们自己要想就是很多很多的众生，很多的弟子那些无名的业能够有心这样去领会，同时这样子共生这种惭愧心。像这里面他就有讲，如果拜忏的人他因为身行因缘他没有办法共同来拜忏，但是你去想他，求佛菩萨去招请他的精神，
他的意识来，同样都得到这拜忏功德。如果我哋我哋应该系产生呢个大忏悔心，但系咧，如果我哋好似有知道亲人或者我哋嘅有人佢哋唔能够嚟参加呢一个拜忏，但系我哋系应该用我哋嘅念头嘅意识去引导佢嘅意识嚟到呢度，同我哋一齐去做呢一个拜忏呢个事。啊，尤其是菩提雷藏寺的同门在拜忏，更有一份心跟别人不一样。尤其是菩提雷藏寺的同门啊，当佢哋拜忏嘅时候，更有一份心咧系同人哋唔同噶。啊，所经历的种种的事情，在拜忏的时候呢，特别要把它想出来。因为佢哋过去种种经历咗好多嘅事情，咁佢哋咧应该系咧将佢想咗出嚟。啊，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想，这样子的忏悔，这样子的拜忏，那力量就不一样，功德就不一样。如果你能够系咁样想，同埋去忏去拜，同埋去忏悔，呢、这个功德咧就系唔一样啦。啊，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提出来，那真的就符合世尊所示明的菩提两个字。如果你将呢个心力啊能够付出嚟啊，呢、这个就系符合咗师尊所俾你所写嘅菩提呢两个字。啊，烦恼即菩提啊，所以你们这里会比较多烦恼。烦恼是变化为菩提的，所以这里呢可能是多些烦恼的。啊，能够把烦恼转为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忧患的话呢，那你们就是真正的达到觉悟的心。啊，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烦恼呢是化为呢是没有这个化为菩提，没有这个烦忧啊，产生将这个烦恼给它烦扰到你，那这个呢就是差不多一个开悟了的人。啊，翻译的人也不错啊，哦，能够要听要讲要这样，不是你听吗？我等一下。所以整个来说呢，菩提就是佛，所以你们经过烦恼的转化以后呢，不被外境转你的心，你的心能够转外境的话，你们菩提所有的这一些上上下下的所有金刚陀罗们都是未来佛，都是人成佛的。咁菩提咧就系佛啦。咁如果喺呢个菩提藏寺，所有嘅同门啊，能够将呢啲过去种种嘅烦恼能够转化之后咧，咁我哋而家将来咧都系一个觉悟者可以成佛嘅一日嘅。啊，祝福大家，我买一杯。